好好好香港集团于2009年在香港成立，集团涉足领域包括种植领域、物业领域以及电子商务领域。集团以沉香生产与营销为主业，大力收购与并购土地，实体化的投资理念，打造全产业链的战略定位，业务遍及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东南亚各个国家。好好好集团通过购置土地大量种植培养沉香产业，沉香生产加工及产品研发，大力发展实体沉香产业链，与互联网线上优势相结合，顺应互联网时代趋势，把握大数据商机，打造从线上到线下完整的产业和服务体系。同时，集团也参与研发沉香产品的加工与生产，与掌握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加工技术，与马来西亚各地大学合作，开发天然纯正的沉香产品。通过实体专卖店及互联网的一体化销售模式，更有效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及低价格，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全面的服务体验。在今后，公司也会推出在豪宅中种植沉香树的计划。沉香树有多高，根就有多深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及修行道行，既能为豪宅增添文化气息，又能提升房主的个人价值，其未来升值空间也无比巨大。好好好集团的创业信条是市场导向、人才导向、科研导向、诚信导向，这也是集团的理念。好好好集团坚持沉香种植计划，届时集团沉香种植基地面积将达到3000亩，种植沉香树超过300万棵，其市场价值超过300亿美金。沉香产品以加盟的形式配合发展，公司并准备于3至5年内达到上市的目标。好好好香港集团 CEO 叶博士说道，以诚信为基础，先做人再做事，把人做好了，世界就是你的了。企业文化是好好好香港集团战略实施之魂，将集团的文化融入到所有企业当中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为基础，努力培养人才，帮助更多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价值，也希望更多的人才可以加入到集团中，共创条件，共赢市场，共享财富。好好好香港集团欢迎您，感恩每一天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。